打雷雷，冰西瓜投手双头向日葵，火焰豌豆射手奶油生菜高坚果刚地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右边还有炮灰葵。老大，最离谱的是你的僵尸呢。哪里？机甲巨人僵尸，机甲橄榄球，这不是平推的吗？只管，真是。啊大嘴大嘴，能听到我的关卡吗？那巴拉巴拉巴拉，由于小鬼头总是被欺负，所以呢，过关后奖励给他买一杯奶茶。哎，老大，我要有奶茶喝了。啊，你真的想喝吗？老大，我不想喝了。看好了，这关直接用机甲巨人僵尸冲了。是机甲巨人大军全军覆没了。啊！我再用机甲巨人。喂喂喂喂！又全军覆没了。哎呦，怎么奶油生菜这么厉害呀？看我，比耶罗，僵尸大军全部都上啊！丢掉了，这是很亏的。那就用一堆铁桶和路障进攻奶油生菜。继续冲啊！用机甲巨人和铁桶路障。喂，老大，你难道没有发现，你还有一个电磁盾僵尸吗？啊？哎呀，我在干嘛呀？可恶！这次用电磁盾。What the？现在就只有炮灰回来了，这一下就能炮灰吃炮灰了。老大，我要喝奶茶。我打，看你还喝不喝。